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有一个粉丝啊，请求董哥让远程给他恢复一下这个 C 盘的文件，他文件被覆盖了，因为自己装系统啊，然后覆盖了，然后我们远程，在电脑跟前了吗？对，在那跟前。你谁用的这个电脑？你让他看一下，刚才你看到了吗？是这些文件是吧？这些有名字的还可以，但没名字的只能自己打开后慢慢去找名字了。这有没有在里面可以？对，但这些文件也有破坏的，是这些文件吗？就这个呗。这没名字才不出来。这不啊，有不名出字来，吗？是你家不是三个文件包吗？这不有名字吗？这不上面电缆工程预算书啊什么的，班主任。对，有这部分。是吧？有，他就确定有，他就在这里边的，只是说他有的名字他就不对了，知道吧？因为他毕竟是覆盖的。能打能不能打开？咱自己下载这个能不能打不开呀？现在肯定打不开啊，等到我恢复完了才能打开呢，没恢复呢。下功夫吧，啊！你确定是你的文件，别到时候恢复的不是你的文件，那就。确定是丢失的文件啊？咱不出来，因为他这里头这个文件比较大，这有名字这一部分。我知道你要什么文件，就是 Word 文档，还有什么呀？WPS Excel。我看一下Excel 表格里边，打开两个，你看一下啊。因为他谁给你装的系统覆盖了？这不是 Excel 表格吗？我看底下有没有中文，这里边好像都没有中文的，有照片吗？老师极个别的，这主要是这个工作上的这文档，有这个培训啊，有这个一部分这个剩余账目，这个没说这个电台乱之类哦，的，不是，因为你照片吧，你能直接看到，确定是丢的，桌面上丢的，这应该都是照片。这佳能系，你有佳能5D 和6D 的相机吗？没有，那怎么这个相片都他这是？能卡时间呗？你比方说个卡时间，他这个2018年1月份以后的，能这么卡呗？我一会儿把全部能恢复的都给你恢复了，自己慢慢去找，因为毕竟这是这个覆盖后又找回来的文件，知道吧？我现在找几张确认是在这个排，啊？定量吧，他这里面因为这个恢复的这个文件非常多，他没这么多，应该是有这么个两个文件夹，还有文件夹里面又有若干文件夹，加一块有个几百 M 啊，这数字 M 应该或者我懂了。几百 M 啊，那就不好找了，因为这个找着的文件挺多的。确实挺多，所以这么一看，肯定应该是这上的东西，但是主要的东西，不知道有没有，不会有对，多少。对，因为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有这里边有多少能用的，它是覆盖的吗？我们自己也恢复了，就是有很多这个这个到关键的也恢复不了。这给这个差不多应该。行，弄厉害，直到现在能找着的，有名字，有没名字了？没名字就是它破坏了一部分。好的，我先恢复。对呀，他破坏这个我们也是，他这一看，人家也有名字，他一打也打不开，这有没有办法呀？对，因为它这是覆盖了，知道吧？我这样，这个我。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呀？没办法，因为它是数据覆盖。这等于说现在是大，等于说亡羊补牢，能补多少算多少，知道吧？你还想完整的出来，那是不可能的了。它装系统一下就覆盖完了。
那我就恢复了啊，恢复到哪盘里边？行，你看看底盘。